好的，说好的一万赞对局来了，这正好有一局、啊、合家欢题材的素材啊，和和睦睦的、啊、这局我们遇上了我们亲爱的老朋友英雄卡组，我们直接很有礼貌的用四盖打招呼，对面通招天空侠又发动地头脑特招一张，这啥呀？一回合一次除外一只怪兽，两回合之后再回来，这回合不能攻击轩辕，我怎么有人带这种玩意儿的？那除外就除外了嘛，我继续后场展开。天空侠炸我以后，但是担心他发动效果太累了，先送他回家休息一下，继续在后场展开。而此时我的四妹也回到了场上，那你这不还得乖乖的陪我？该怎么说呢？对面是一套有思想的卡组呀，看着这厚实的三十卡，对面脑子里面应该已经想到了胜利的方程式了。哇，你都决定了，我再不决定就显得不够意思了，那我再盖一张。不出所料，对面以不能攻击为代价又除外，下回合我的四妹再回来，他每回合再除外，太感人了呀，这样任何人都不会受伤的事情完成了呀。那接下来的问题那就很简单了，只不过这个过程呢，可能存在那么一丢丢的不公平啊！我的鼠标基本就是放在结束回合按钮上啊，都不带动的。但是对面是每回合不停的点发动效果，好像还有雷破不间断的十点要取消啊！终于在22个回合，对面终于忍不住了，老子这都快按断了，你凭什么动都不带动的，直接600攻打了过来，然后发现没打过，还被我消了一波牌啊！对面就表示你还是接着除外吧。不是吧，兄弟，你这图个啥呀？接下来依旧还是啊。不对呀、啊，正拍手的你怎么拍了个这个呀、啊？盖，咱们说好了一起和睦相处的，真是啊，还耍起来累了。这回合你可不能再耍呀！盖啊，处过分，处事是过分。特魔法发动在，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在。頼むぜよ、モンスターをアドバンス召喚在。バトル、さあ行くぜ、モンスターで。但是你打过了我也看不出来你除了啥呀，除了让牌数多了张牌啊，不会吧，你不会从一开始下恶魔人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吧，我不甘心啊，这打了20多个回合了，这牌数一张牌也没弄就完了呀，这一说我等你20多个回合了，我发动技能无尽的陷阱炼狱啊，这也是你希望的炼狱，把目的的随机一张陷阱加入手牌，剩下的全部返回卡组，点上我点的雷马，拆不长拆的雷马，但是毫无意义，一件卡组的关键并不是赢得比赛，而是摧毁心智啊，天空侠出来了，这个你还能怎么打，魔法发动在海の力を見せるぜよ、モンスターを融合召喚じゃい、バトルじゃい、まだまだまだ、モンスターで攻撃、我来接待你最后一剑、俺の負けじゃ、この私に立ち向かってきた姿にお前のデュエリストとしての誇りを見た。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点赞过。这期先随缘吧，等我公布分。喜欢请务必3连关注一下，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我是青哥，我们下期再见。